刘俊硕和焦凡凡两人稳定交往许多年，虽然平常很少公开放闪，不过在520这天，刘俊硕在 IG 限动晒出可爱的男友视角。他先是 po 出一张自己低头大笑的样子，照片写着这张笑成这样是因为，下一张则是他拍下女友焦凡凡为了帮他拍帅帅的照片，整个人几乎要贴在地板上，眼神还非常专注。刘俊硕也笑说摄影师很卖力，有点可爱，并 tag 焦凡凡的账号，难得隔空晒恩爱，同时也透露出两人平常私下甜蜜的样子。而随着双方已经在一起5年多，外界也相当关心两人的婚事。之前刘俊硕受访时就曾透露，和焦凡凡交往初期就已经有结婚的共识，女方也坦言以前梦想是28岁结婚，30岁前生小孩，不过现在想法改变了，想要探索更多的自己。虽然还是会不时被催婚，但现阶段两人还是不急，先把日子过好，再往结婚的方向共同迈进。Thank you.